Wanna know a secret? Promise not to tell? We are standing by a wishing well. Make a wish into the well. That's all you have to do. And if you hear it echoing, your wish will soon come true. I'm wishing for the one I love to find me, today. I'm hoping, and I'm dreaming of the nice things YangZi 老师，欢迎你回归萌探新一期的录制。今天的造型看起来比较特别，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吗？那你拿的是什么？苹果，这是我的继母给我的，这是个毒苹果，它很坏，它让我吃了毒苹果以后，我的刘海儿，我的刘海儿。你回来啦！吓人了！吓人啊！啊！你快看，老板是吧？那个去啊！涛涛，你演谁啊？你俩不是一个戏，你俩根本我俩不是一个戏。你是美少女战士，哎，你是纯粹，我是纯粹魔咒。感觉这边是不是比新疆还要再热一点啊？还是新疆好，新疆美如画。新疆比这边凉快一点。宋丹丹老师什么感觉？就很亲切呀，我妈来了，可以轮流跟我一起了。但是我们俩没有被分到一窝，真的没有。我上次见去年八月，就是他过64生日的时候，在他的家里，后来就一直拍戏都没有见。走吧，弄呗。好了。出发啦！出发啦！你看到了吗？这次我突然赢了，我赢了。Hello， 杨老师，看你疲惫的脸，但看起来你还唱歌蛮精神的。半清醒的，怎么办呢？现在一点多了，平时都4-5点，已经挺轻松了。后面吃了不少，吃了不少。录这么晚，还有个环节吃火锅，能不吃吗？大家都是有这么多任务。正好你吃了至少5串，我看着呢。火锅先生，你吃了这个大的丸子？你觉得4个多吗？丸子对于正常来说，这4个这么小吗？你吃了2盘肉是吗？哪有两盘肉啊，一共有3盘，大的水牛，一个小羊肉，我们几个分的，哪都拿那么夸张。那你不是吃完的？吃晚饭都是吃了几口好就是那种说正常吃饭。好了，我们收工了，回去有拍戏了，加油。